我们刚才以为只要留红葱头跟那个蒜头，但是我们没有留油。哎、欸，我在这边请你们吃了，闻一下，好香哦！啊，如果没有我的事，我可以先过去。哎、欸，有吗？你可以先救一下他们那个，再去喝一口。这可是问题是，上飞机我本来也不会啊。有好久有味道啊！他说没有，他吃起来没有啊。有啊，你的舌头抹掉我看一下。油是不是放太多了？没有放油。真的吗？那他鸡油，啊、他怎么煮啊？他这个写的不清不楚的。啊，你有放糖吗？放了。该放的都放了，全部放了。等下不好吃就随便了。过去。可以啊，这三杯鸡酱可以啊。它是高汤冷面，就是用这个汤。没有，我们已经放弃了。这个汤就好了，拿去倒掉了。我刚才喝了。刚才喝过了。好酸。你这是一点点提味，你知道提味吗？蔡明堂。体味，味淋是体味，不是整个放进去。不是，那不是我放的。哦，原来是郭仁勇放的。郭仁勇，你儿子赞了。原地取名，这三道取名。哦，蛋鸡菇。我在弄冰块。你们好了吗？没有，三杯鸡用好了。可不可以有点竞争性啊？很讨厌的。我要的是一个娱乐。叫来上这个节目没有竞争性，好鸟呢？输的人要把碗筷全部洗一洗啊！你没看我们锅子用很少吗？哎，冰箱没有东西可以救你，不要再故意看冰箱了。你现在擦什么？擦那个面啊。面不是煮好了吗？没有，那个汤不行。那、啊、你的收尾，你就用那个面去加一些佐料。没有，那面你可以这样。红葱头加一点，然后一点点酱油就可以变成干面的乌龙面。没有红葱头啊？那个就是红葱头。对啊，不是。哎、欸，不够热，这边还有微波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等一下大家就不要吃乌龙面这道料理。丢进去。你那时候要找我的时候，你就要有这个心情。你刚我们说要拆纸的时候，你说你有信心耶？他有信心啊，因为他是郭天信啊，他郭天信，嘿，很多有信心呢、啊。嗯，你还是好好打棒球啊。可以。哦，你们是有蛋壳一起哦？啊，我不知道啦。蛋壳乌龙面，你有听过吗？黄生。我化了，他旁边人怎么了？十三，吃饭了。好了，可以吃吗？有吃到蛋壳，你把蛋黄拿出来啊！哦，这是干嘛？老哥，下次不要发我了，不要再发我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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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那我们现在在进屋评选，你们先稍微介绍一下自己的菜。那没有，我这是可乐鸡翅嘛，一样啊。我第一次煮，但是还是加可乐鸡翅，因为今天加蛮多可乐，应该会蛮可乐。这个是，这是一个就是烈的蛋包饭，嗯，这是蛋躺饭，蛋什么？蛋躺饭，哎，完全没有汁流下来。
他已经熟哦，他已经放很久，这个更久，对，就放更久，这个放一个小时哦。这很像已经变那个幼稚园的玩具，对，很像，他都黏住了，你自己看。这个呢是能看不能吃的乌龙面，三杯鸡，一样是能看不一定能吃的东西。那你们先自己吃吃看，拿下汤匙。你说吃别人的吗？互相嘛，互相好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啊，当然不有问题。我先夹一个鸡翅好不好？啊，黏住了。你们四个有什么感觉吗？有吗？因为我们在饭店，我们都会品尝一些酒。因为我们会品尝一些酒，那我们有时候就是可能有觉得好喝的东西就会带到他的房间，嗯，然后给他品尝，我们大家一起喝这样，然后我们就是这一点点一点点，不会喝很多。然后有一次我回家吃饭，然后刚好有带学长去，然后我们要回去的时候，回饭店的时候，我姐姐就送我一个很大吃的那种 whisky， 就是那是威雀吗？对，威雀。很大的那种，就让人家真的是这样这么大，然后让人家就是可以放在架子上，然后展示的。有照片吗？没有，好像没有。然后那时候我们带去他房间，然后我们就说哇，这个可以喝很久。然后他说这个不好喝，这样，这个一看就是不好喝，因为这是装饰用，怎么可能会好喝？这个不要喝，就放在那边了。然后有一次我们就喝酒，然后喝到后面没酒了，我们想说好，我们去买。结果回来的时候就发现。他把那个大字的打开，然后说：“小李，很好。”人生就是如此，短短几个秋，不醉不罢休。人生短短几个秋，啊，不醉不罢休。看得出来我跟他们不代沟。好像那个洞就是右边的料理。哦，懂。我要吃，我想吃看看。好，我真的认真吃。吃，它为什么还是红色的？有啊，好吃呢。我讲真，好，你自己吃。学长吃东西不会骗人，骗你我不要骗。好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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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，快点吃啊！没有，可能我可能会输。好，真的好。要不是我放太久，他也不会这么不干啊。真的啊，原来这是你们的战术哦。那乌龙面呢？哪里有乌龙面？没有啊。太好吃了，这不是米苔木啊。哎，讲到米苔木，就是现在两只蚯蚓兄弟啊，已经有人破梗了。然后哥哥就说，哥哥就那就跟弟弟说，哎，弟，前面有一个洋妞，你就跟他打招呼。然后这个过去，嘿哥，他是跟哪里？然后不理他，那洋妞都不理他。然后弟弟就觉得很奇怪，就过去了。哥，你看我跟你们米苔木讲话。很膨胀哎。我没有，我吃一下。阿鸟味啊。蛮养生的。健康餐餐，四十岁了需要一下。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。你说真的像外面的好吃不可能，毕竟你是打棒球的，啊，我是厨师啊，不一样。那你们自己评，这四道哪一道最好？我觉得这个第一名，这个第一名，我觉得啦，我觉得这第二名，就第二，第三，这放太久了，我真的，你看，你看过它其实是这样，它是不会掉下来，是不是？我在山崩呢。我们今天有惩罚嘛？那就是因为今天就是都是展现料理的，所以脚输的那一组，我就是想要让你们更贴近料理一点，所以我们就是会帮，待会会帮你们拍一个 MV， 就是小当家的片头，是由你看，你们必须要学他们这样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好。可是眼睛有火要怎么用？他们好吃啊！哦，我已经很常看了，我已经很常看了。那我们还有一个甜点，我们会综合一起。然后待会甜点我们会有这个步骤，然后你们就要轮流告诉对方那个步骤要怎么做。好。然后另外一个人就只能听，一个讲一个做。对。然后轮流有四个步骤。你说甜点？你说你会啊？对吧？甜点哦。对，甜点是舒服的。好，懂了。哦，舒服。知道。对，很舒服吗？很好吃。
舒服吗？很舒服，很舒服，很舒服。再一次。你们走进去要走进去，也可以站在旁边。这不能坐，只能有另外一个人可以坐。先将蛋黄呢分成九十克，那你这个开了吗？他不能看哦，你要告诉他。对，十七克，要几颗？五颗，五颗，五七三十五，五颗，差不多五颗。好，五颗。然后加入六十克的鲜奶，多个六十，你慢一点哦。好，那个要用来搅拌的。好，然后等一下那个，哦，低筋面粉不要快过筛，快筛，快筛，然后这样打，哦，打，打这样打旁边，对，好棒。他怎么一直跑到旁边？你要快，他没有啊，他没有。我这样打，面粉应该要到中间不是吗？他还是在旁边。那你再打另外一边，你打另外一边看。哦。然后再放那个，对。要塞吗？塞。我帮你拿那个。哎。怎样？先走吧。这样舒服的也是你们要吃吗？就大家一起吃啊。知道吗？那加料咯，我们加我们的爱心。嗯，加。这是我们法国的请来的 M2 点点师。Bonjour. C'est un brun de son femme, c'est un peu de fric et son. Vous avez un temps? C'est un petit. 我帮你翻译。你看，你要不要用好？不是，他这个我要小的。哥，哎西，안돼요천진이喂，哎，哎，진짜好搅拌哥，搅拌搅拌啊搅拌，你那个，我这个还要用哦，它要分下三次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要有一点绵密的感觉。有，你看，有绵了，海绵宝宝，有嘞。那可以用那个，可以用那个咕噜吗？不行，这是打发蛋白，打发时间用的。我就要做那么辛苦的，我也想用那盒啊。不行，这是蛋白的，真的是。你是哎，不能说顺便数在三分。啊！你干嘛？他想吃呢，他直接下。你干嘛？等一下，你看，这么漂亮，弄一下好爽。你看一下吧，来，拼谁？好，可以了，可以吗？嗯，来，好，你继续讲，你继续讲，来吧。等一下换我做。哎，等一下进马布利你就知道。哎，感觉搅好，哥搅。搅好，我搅好了。搅好了吗？好，可以了。你去拿第二个步骤。好，第二个。换我了。好。蛋白。嗯，蛋白倒里面哦，加糖然后打发，好。那个没有插头呢，要插哪里？对。然后砂糖分三次加。好。嗯。蛋白两百一十克。嗯。
210吗？对，210克。砂糖分三次，先把它打成打发蛋白。你真的要用这个吗？这是干净的。多少？210。几级啊？30。那你先放第一。是30还是？38。38减75多少？负。对啊，我才问你们。75减38多少？观众知道吗？请在下留言，我们会马上提供奖品给你们。38加多少？喂！你为什么要拔我们的线？好，你看，哎呦喂，你们这些小朋友啊，不对呢。你看，他这锅子没有洗干净，他锅子没有洗干净啊！你看，好，没关系吧。还有麻辣火锅的，我跟你讲，你们等一下就有麻辣火锅的。等一下，对。它里面本来就不会很熟嘞。对，那你做对了，對，你的里面是哥哥，那我是弟弟，你是姐姐。